喷淋枪主机，这个喷淋枪是扭到上面去的，这样旋转扭上去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一个接口，水是加在这个杯里，这个盖子揭开，水加在这里，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是主机的开关，按一下打开了，也是调节档位的，往下面按，可以看一下这个雾压力是很大的，有两档压力可以调，按一下压力小一点，然后这里是可以调节那个雾量大小，扭紧一点雾就会小一些，然后扭松雾就会大一些，再按就是关机了。